奇怪，哎，你不是那个两官位那个大蛋啊，怎么在地上爬？可是是爱啦，你都唔知这么心机都卖，啊，今晚我爆笑江湖秀凯没有戏拍呀、啊，我要装可怜呐、啊，来在探情呀、啊，对不？但是也不必要搞到这个样子吧，都已经领成长手册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万多啊，现在没戏拍呀、啊。为了要买部 CD 啊，我只好亲自下来啊。好啊，不要妨碍我做生意啊，我被介绍来卖香嘛。老师，给我一段比较那种悲惨的背景音乐。各位用心时代，我是一个可怜的大堂流浪儿，自细汉我就来小儿麻痹，读幼稚园的时阵就来中风，半身不遂。为着生活，我只好出外卖香赚钱。我的香真芳真大支，有五十个、一百个，嘛有一支两万四的，亲像电火条啊，遮大支，一支会使点三年，点到火烧厝，恁家的生命同款有保庇。哎，奥数公转大珠硬盘呀，你讲。今天哦，离家六里外哦，来看我那个老奶奶哦，顺便哦来卖我的小霸掌，生意应该没败哦。来哦，那位可爱的小霸掌哦，吃的让你菊花朵朵开哦，来哦 ，PK 霸掌哦。哎呦，这一只小猪哦，你也来只拜倒哦。我是先跟你讲啊，你爱说你哦。什么小猪？我是猪恩来啊！还有啊，来这边摆档，为什么要谢你呢？哎呀，猪公主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！我跟你讲啊，这里啊有很多啊土流氓啊、恶霸啊，会给我们收保护费啊，所以你要小心哦！哼，恶霸算什么？我是超人呢！来来来 ，PK 了中哦 ，PK 了中哦，找上你找。看着我就要走啊，统统不要动啊！六年的时间哪够啊？来来来来来，一打千六。啊，什么呀？恁爸还没拖汤啊？没比不过三百块啊？多少钱呐？我靠！先来走，先来走，先来走。奇怪，你不是拜卡吗？你怎么现在会跑？哎，我紧张的时阵，我就会恢复正常啊！好啊，会员免讲，来，把病人叫出来。下面名单交出来啊！不是，把钱交出来。不会吧？你唬我的吧？我没交钱呢。哎，我看了，这样子好了，我可不可以把这些葱油饼啊抵成这个税金给你呀、啊？哼，免该给工会了，钱要是不交出来了，谁呀、啊、就会死得很难看啊！住手！我跟你讲，你们好胆的话，先等我一下，我去找人来。哼。小猪啊，你伸手将钱没有关系哦，这里交给你花枝丸解身就好了。你们这群恶霸，休怪我无情啊！看招啊！哼，真是太可恶了，竟敢收人家保护费哦！谁哦？太厉害还不知道呢？好，我来变身，把不把不猪头变，把不猪头变，猪头超人猪啊！牛不高啊，这个飞机人刚武将那么厉害啊，这个路人甲啊路人一个不动一对手啊，满车就得了。牛不高的这个飞机员的小杂毛啊，刚武这厉害啊，我两个兄弟竟然怕输你啊。哎呀，刚武厉害无算什么啊，告诉你啊，哦，还有章鱼花枝大队啊，来啊！哎呀，还好你们懂得跑啊！要不我这个飞机那是输掉啊，章鱼那是吃掉啊！赶快平安无代志啊！啊，威严师诶，乌白出手怕人啊，这是唔对呀、啊！但是亲像这款啊土流氓啊，伊家有一个假死才会用的啊！哈、啊，想不到、啊、你这么厉害，吓死人啊！还没过肩摔、欸，你来卖这个花枝丸呢、啊，真是可惜啊！大家过奖哦，我们街坊邻居啊，不如大家就这样子啊。
到茶楼去，我们来去喝咖啡，我请大家喝，你们说好不好啊？啊，那就走啊！出逃！我出逃再出现了，绝不让人做任何人配乱作怪。啊，奇怪，人呢？什么？啊，打完了，太过分了。我才是主角哎！好了好了，不跟你们计较了，还是来去卖我的小袜掌比较实在。来啊，小袜掌啊，这 PK 要中啊！